手客人到双国小学生准备要来收割咯，这七个拢是因为财政甲照顾一手包办的，现在会当收成，大家拢笑甲真欢喜，嘛后来参会民众感受到丰收的欢喜气氛。嗯，我觉得是很开心的一件事，因为到时候就可以慢慢享用这些稻米。很辛苦，很辛苦啊。比如说种稻、割稻，种稻、割稻，容易中暑。这由农牛树所举办的学生进场体验计划，实施已经九年的时间。农牛树中区分署副署长徐本立表示，效果未歹，也会当让囡仔学到感恩惜福。吴燕有一句在讲说：“手把青秧插满田，低头便见水中天。”哦，心静清净方为道啊，退步原来是向前啊。这个庄稼师里面都有提到，那也是耳熟能详。但是你透过这个是很深的教育的意义在里面。在休闲的日子，校方也特别招来传统的拍车机，让学生感受四十多年前农民稻米休闲的方式。双高校校长黄世培表示，透过这款的体验，因的学生对稻米有更加深的感情。华德福教育也是讲求我们自然，然后很纯真。那我们希望说，孩子透过很少的这种机器的东西，透过人力，让孩子的整个身体能够在采收稻谷的时候，能够做一些运作，然后让整个情感能够融入到这个样的身体里面。今天日头真大，在采收的过程中，小朋友拢流了规身躯的汗，不过大家拢真快乐，因为一定会当吃到家己栽种的稻米了。记者陈心畅报道。